Hey everybody, it's Steven from Asian Boss. When you hear about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which other country jumps to your mind that might be in a similar situation to Ukraine?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speculations from the Western media that Taiwan could be the next Ukraine, but is it? More importantly, how do ordinary Taiwanese people feel about this whole situation and what this could mean for the future of Taiwan given its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irst, be sure to subscribe to Asian Boss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s for the most authentic social and cultural insight from Asia. Now, let's go to our Asian Boss reporter in Taipei for more. 今天我们想要了解台湾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什么想法？这是您有在关注的事吗？ 有，最近都有在看。 有一点关注，有平常看新闻都有在关注。 那这件事在台湾媒体是怎么样被报道的？ 引发战争的主因是什么呢？ 据我看来，可能是因为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的关系，所以导致俄罗斯非常反感，所以才有爆发这样的战争。 台湾新闻我比较没有看， 但是因为FB上面 或者是YouTube上面 会有一些自媒体去做总整理， 所以还是会稍微看一下那些媒体的整理， 但就是多方收集讯息啊， 因为可能大家的观念或想法会不太一样， 看到的讯息也不太一样， 那立场就会不同。 那您对这整件事情的反应是？ 我觉得俄罗斯是感觉是有点冲动， 一切都来得非常突然， 对我们来说我觉得。 我对于现在就是还有战争觉得很讶异，对啊，因为我觉得应该现在是比较文明的社会了，应该战争好像是以前古代的事情这样子。整件事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或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是觉得西方对这整个事情逼到那个俄罗斯到一个墙角去，他会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应该来讲两边。 应该还是可以退一步来先想看是不是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妥协一下，不要说那个兵戎相见。我觉得发动战争在这个时代的确是比较激进的一个做法，但是其实如果有了解他们的历史的话，其实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他会想发动战争。可是因为战争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就是可能对于我们这些看新闻来说实在太陌生太遥远，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像我自己，我会就会觉得说，就是其实可以用透过其他可能谈判的方式来去缓解这种冲突，而不是直接全部出兵，然后影响到可能两个国家的所有人民这样子。那从俄罗斯开战到现在已经三个礼拜，您认为情况会如何发展？我觉得如果俄罗斯那里没有要暂停的意思的话，我觉得 战争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可能会牵扯到整个世界。我觉得可能性大概低于百分之二十，因为世界大战这件事情，对它其实讲到世界大战，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要互相可能有一些角力或针对。但是目前来说，以我观察的角度，像是俄罗斯对抗全世界而已吧，应该不算是世界大战。不要，应该是不可能啊，因为我们会，我觉得很多国家会避免这件事情发生，所以 我觉得现在到美国都还没有去开战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在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就他们先停止了就好了这样。那近期有报道指出，俄罗斯请求中国在军事跟经济上的协助，从台湾人的观点出发，您怎么看这两个国家？您认为他们是盟友吗？我看基本以现在看应该是，基本上是一个盟友。那 俄罗斯因为它经济并不是说特别的好嘛，那这样打不如那一期的话，可能需要一些资源，那这时候能够提供资源应该就是中国了。在经济上一定是盟友没错，但是我觉得在战争以及政治立场上面的话，中国也看到俄罗斯这样子遭受到全世界制裁，应该也会有所这个止步却步这样。 那有多大的可能性，您觉得中国会在这场战争中帮助俄罗斯？我觉得依照这个情况，应该是微乎其微，就是没有太高的几率。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包含还有经济因素，对，是比较重要的。暗中有一些帮助，感觉还是有可能啊。
只是他应该不会真的公开去表态说要帮助俄罗斯，因为还是会受到一些欧洲国家的谴责之类的。因为像苏联跟以前的苏联啊，跟中国他们就是都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去寻求中国的帮助的话，中国是有可能会帮助他。可是如果中国伸出援助的话，可能其他的民主国家都会就是反对他们做出这样子的决定，然后进而可能中国也会遭到一些经济上的制裁。那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事件，许多西方媒体开始将乌克兰和台湾进行比较，您觉得这样的比较合理吗？我觉得很自然会这样比较，因为我自己也会因为这样就害怕。为什么？就是感觉是有一点像的，就像之前香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台湾跟香港有点像，然后现在乌克兰发生了，又觉得台湾跟乌克兰有点像，这样子。就是像我说的，俄罗斯一直觉得乌克兰是他们的，所以他去打攻击他，因为我们乌克兰一直不承认嘛，这样。那我们跟那个中国那边好像有一样的关系，大家都有所苦吧。就是我们毕竟还是隔了一个海峡，他们要打过来好像，当然你说用飞弹什么的可能一下就被轰掉了，台北市哪里跑也跑不掉，可是乌克兰就毕竟是在国家，人家坦克车就开过去，你说乌克兰可能跟香港比较还比较差不多，跟台湾可能又要看另外一种状况。那您觉得中国是否可能在看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之后，尝试要来统一台湾？觉得现在这个趋势，中国应该是不太会在这个时间阶段来攻打台，就是统治台湾之类的，因为毕竟应该说讲直白一点，就是如果他们要的话，早就已经做这件事情了，不是等到现在。我觉得军事行动中国并没有主动放弃，而且他们实际上对外宣称都是一个可能的选项，所以这件事情不管乌克兰跟俄罗斯有没有影响，那他们始终会在中国的选项内。那您认为会是以武力或是从经济上下手？我觉得两个都会有，他们还是会尝试，可能先从经济上的一些施压慢慢开始，因为中国在亚洲真的是最大的市场，因为以经济方面应该会先从经济下手，然后如果等到觉得可能时机到了，他们才可能会以武力来去侵略这样子。他们已经从经济下手了，就我知道的话，对武力的话，我是觉得很害怕，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就像我觉得俄罗斯对乌克兰这样是很不文明的行为，那我也觉得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不文明的行为出现，就不要。那我们在先前的台湾街访中有问过，但在俄乌交战的现在，让我们再问一次，您觉得有多少比例的人口，台湾人口支持两岸统一？这问题好难。我觉得吗？我自己觉得吗？因为现在资讯同温层很严重，如果只是问我生活同温层，支持两岸统一的人大概只有1%，可能比例不会超过10%-15%。那为什么您觉得比例如此的低呢？其实以我自己的出生背景来说，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几乎都在台湾出生，所以对中国的连结度其实没有那么高。尽管我们很容易接触到中国的讯息，但是我觉得地域认同性会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我蛮多哦。我如果说这样讲的话，我们真的讲啊，我跟你讲啊，都是黄皮肤嘛，都是流同样血液的。这个严格讲起来，我也不是政治人物，但是我说真的讲，我是老兵第二代的。这个我们同种同文的话，真的讲，大陆如果你到大陆去的话，如果你也姓陈，他也姓陈，那你们说没有，我是台湾陈，他是大陆陈，会这样子吗？不可能的嘛。我觉得没有哎，因为我觉得台湾人现在就是资讯就是非常发达，而且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言语的自由非常的自由，所以大家都对
就太自由了，大家不喜欢被限制了，对，所以我觉得没有人想要被统一，我个人是不支持啦，就是多少65-70%会不同意吧，因为以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要算进就是比较年长辈的那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应该65%-70%是不愿意的。那其实在我们最近的上海街坊里面，几乎没有人能想象中国政府用武力来对付台湾，因为台湾就像他们的兄弟，至少我们的受访者是这么说的。那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原则上我是认同这种看法，对，我认同这样的看法。确实啊，这两边反正同文同种了嘛，哈，你就像兄弟一般，确实是这个样子。他能这样想最好啊。对，我觉得我们是兄弟，我觉得 OK 啊，因为我觉得和平才是最重要的。对，虽然台面是讲是兄弟，但确实就是。怎么讲？他们受的，因为我有去过大陆，然后我也回去大陆的时候，我有陪他回去，然后那里的亲戚的确就是非常的热情，觉得哦，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就是很欢迎你们都回来什么的。可是因为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你们就是分开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观念上有所差异啦。因为在他们的人民的从小到大的教育理念之内，就是。台湾本来就是类似他们一个附属的地方，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们也是他们的国民，就是没有必要这样子对待台湾。那您觉得中国政府是否不会像俄罗斯一样以武力入侵？哦，我觉得他们会。那为什么？因为在习近平去年跟前年的对台湾说明的外交部的发言当中，他们其中都有一直都有提到，就是他们不会放弃以武力，当然不会是最优先选项，但是他们并不放弃这个选项，所以在他们选项内，我觉得就会。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希望以武力来去入侵，因为以武力入侵台湾的话。其他的可能像美国啊，或者是欧洲的国家也会采取行动，因为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这样子的战争也，他们已经就是其他国家也有出手，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也不会希望说以武力来去侵略台湾。中国，我觉得他蠢蠢欲动，他一直都有在蠢蠢欲动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不会实际的。打起来啦，因为我们那么小，打了以后他就算统一了，他自己也要再复原啊，那不是很麻烦吗？对啊，你说为什么他？因为我们如果，因为我们等于是他，等于说变成他的以后，然后他打了我们又乱七八糟的，我们会更反抗嘛？那对他们更不利啊！我觉得要沟通这样子，那您对现在的中国政府有什么看法？您觉得他们有什么能耐？我觉得他们有非常大的能耐，他们包括他们的钱很多，还有武力也很强大，所以他们真的很强大，所以我觉得他们有足够的能耐，就是把我们收复。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这样。人家我们每年像那个昨天前天幻象机又落到那个海外了。表示说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军工业发展是落后的太多太多了。那我们人家大陆现在他还能造航空母舰，那我们连一个猎雷舰弄出来都满目疮痍，都什么贪污，他贪污，你贪污，我贪污，这样子。人家在做航空母舰呢，那你还在耍嘴皮，加油啦。那若中国真的以武力入侵台湾，您认为台湾可以寻求哪些国家的帮助？当然第一个是美国，然后我觉得不管向任何国家寻求帮助，最后都得经过美国。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市场啊，所以它经济上可以与中国抗衡，然后就是台湾就是也会希望有美国的协助来去维持整个。台湾的可能经济上的稳定啊，或者是以武力来说的话，可能也会希望说他们能够支援台湾去对抗。国拜托一定要帮助我们，因为我觉得日本好像
感觉会帮助我们，可是他们可能没办法跟大陆做抵抗，嗯，因为大陆的军事太强大了，就觉得日本不会丢下我们，而且我们在那边也常去观光啊，我们可能是他们那边的最大的观光人口吧，对啊。然后美国的话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大妈一样要保护小孩啊，他应该要守护这一份自由，因为美国就是跟台湾比较像，比较自由一点这样子，他要守护这一块，他应该会保护我们。那如果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在台湾的土地上，因为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那您觉得这片土地的人准备好了吗？我认为没有准备好，对，毕竟台湾你看现在当兵，男生当兵就四个月而已，对啊，所以我觉得政府对这方面准备可能没有那么充足。那您有受过一些像是演习或紧急应变的训练吗？紧急应变好像没有，大部分是防灾的，就是地震啊之类的，对啊，没有这种军事演习。好，那是当兵以前的事了，那已经很久了，那近期倒没有，这个已经几十年来了嘛，所以说你说有没有准备好，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再怎么准备，讲再怎么准备，其实用处都不大了。事实上就是到那临头的时候，不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这样子你没办法说现在已经准备妥当。我觉得用同样的问题问一个月前的乌克兰，他们也没有准备好。可是如果事情发生了，我这样看，我觉得乌克兰这件事情对台湾唯一的目前看来很好的帮助是，我真的感觉到每个人都有那个警戒感出来。那如果请您想象一下自己的国家正处于战争之中，这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会觉得像是一场噩梦吧，哎呀，就是不没办法想象，觉得它不可能发生，可是现在也没什么不可能的，哎，我觉得它会是一场非常恐怖的噩梦，战争啊，就是会很失望了哦，这个不应该战争嘛，因为那个生灵涂炭，那一战争下去，就这整个哦，这个社会就是往下，就是又往。要进步又晚下来这样子的哈，各方面的生命就遗失，或者说大家的关系哈互相要敌对，这样子就是把这个整个社会就倒退的那个 N 年下去了，真的是不太好，我不太接受，我也不太同意说要走这样的一个方式。哦，非常非常害怕，因为我有两个小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不是打仗的时候就是男生要留在基辅，其他要离开嘛。就看那画面的时候，我觉得台湾所有家庭的人看的都觉得好像在看到自己以后可能的样子，所以真的是蛮难过的。那访谈到这里，让我们都希望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台湾。那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您的想法，谢谢。